你好，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什么说增高。我准备的原料是红枣、糖、糯米、绿豆。放进糯米后，我将其放入蛋放或中冰煮熟。关于绿豆，我在水中浸泡了两个小时，然后煮了一下快时间。然后我将绿豆捣碎，直到达到粘稠度。然后我用糖煮绿豆几分钟。糯米煮好后，我开始将红枣放入碗中，然后先入一坑糯米、一坑绿豆和碎后但同样重要的一坑红枣。碎后我保管剩了30分钟。好的，这是水中结果。老实说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今晚这是我第一次说前程高。如果你看过电影《那园花开月正圆》，你会明白为什么我要尝试这个甜美的程高。幸运的是，我妈妈说它看起来很丑，但是味道很好。希望它的味道像原始的程高。好的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。我喜欢你能在家回视频说一个甜蜜的唇膏。再见。